石雕艺术家王秀启，他堪称是台湾国宝级的艺术家。现在彰化明道大学特别成立了王秀启教授的雕塑公园，预计要进驻多达100件的石雕。穿着粉红色旗袍，明道大学的学生正妹手里轻轻捧着石雕艺术家王秀启的作品，宣告学校特别规划的王秀启教授雕塑公园正式开幕。这个王秀启雕塑公园在明道大学的42公顷的，现在你的占了2.3公顷啊，那目前有30几件的作品啊，那。 未来会持续扩大到100多件。创作长达40年的艺术家王秀启被称为能让顽石点头的人，在他的巧手下，一个一个接应石头，仿佛都有了生命。像这尊名为大地之母的石雕，只见母亲宽厚胸怀，跟孩子紧紧依偎。即使没有多余的色彩覆盖，却能让人感受作者想表达的温暖之情。 那我也想说，我作品里面你可以看到作品会跟你做一个互动，做一个互动的爱。你看到他好像他对你在示爱一样。出生于农家的王秀启，作品透露浓郁的乡土情怀，透过环境清幽的明道大学展示，让大地之爱潜移默化，影响下一代。《民道新闻》林一峰，彰化采访报道。